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包子。在小米发布会之后，我一直比较期待这款新的折叠手机，小米 Mix Fold。在已经知道的几款折叠屏手机里，小米的这款还是价格比较合适的，只要49。从外观来说，比较精致大方，适合成功的商务男士，可能也比较适合网瘾少年。因为我在展示台旁边等了好久，才从一个玩了一把吃鸡的小朋友手里拿过了这款手机。打开手机，内屏的显示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但是在屏幕中间可以看见一条树印儿，这可能是现在的技术难题吧。手机的速度、屏幕显示效果都非常优秀，屏幕一大，显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视觉效果非常震撼，相信平时处理文档、看视频和玩游戏的时候都非常过瘾。打开相机，反应非常快。这大屏幕吃上鸡，感觉一定很过瘾。小米的这款手机在几款折叠屏手机中应该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。如果你在学习工作中比较需要一款折叠屏的手机，可以来小米之家看一看小米的这款 Mix Fold 手机。当然，我不是恰饭，恰饭也不能上小米之家来为大家展示手机了，拜了个拜。